民国41年3月11日，立法院在中山堂举行第一届第四任院长选举。立法院颠沛流离的故事要从1950年代开始说起。当时立法院随国民政府迁台后财政拮据，只得商借台北中山堂开会办公，直到1958年才争取到1919年创校的台北第二高等女学校校舍，作为挡风避雨的栖身之所。为人需编列预算向台北市政府承租土地，直至2018年始获准无偿使用。立法院进驻之后物换星移，直到1990年代在这一隅之地点燃台湾民主圣火。那是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社会酝酿着巨大能量，试图打破盘根错节45年之久的万年国会。年轻学子用青春热血催生了野百合的盛开，捎来自由民主的春天。国会全面改选，终结独裁威权，而后人民直选中央明代总统，扎根台湾的民主日益成长茁壮，开枝散叶。时间的挪移中，立法院议事功能与时俱进，既有空间早已不符需求，厅舍分散，动线凌乱，古迹历史建筑难以改建，各单位迁就现况散乱于各办公处所，难以整合，导致议事效能不易发挥，违章杂陈，用地狭小，占用计划道路，整修维护困难，所费不资。百年中学校舍以老态龙钟，疲态百出。国会扩建，我想对于每一个立法员，希望国会是像样的一个国会，比较庄严。我们到国外去看到很多国会嘛，不管美国日本，国会是代表一个国家民主的象征嘛。那立法院当然当初撤退以后，那从中山堂搬到这个地方，包括现在的议场，这时候来起看到顶不起来，这个是以前学校，那是也是历史建筑了，这不是为国会设计一个场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 space，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国会是应该扩建乃至于改建比较像样的。国会的状况大家也非常了解，不管说是建筑物的老旧，还有相关单位的这个分散，以及这个作为我国最高民意殿堂，如果遇到民众的陈抗，其实它的空间显然不足，而且在使用上是非常的这个困难。那不管说我们要推动相关的国会外交，其实对于访宾来到我们的国会，其实我们常常也会认为确实是有扩建的一个必要。我们常常到国外去参观人家的这个民意殿堂相关的国会的时候，都有它极具不管说是历史文化还有相关的这个场地，其实都是相对来讲都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建构。你今天到美国的国会，你今天到德国的国会，到瑞士法国的国会，你会知道说它是一个国家的民主的象征嘛，而且代表了这么多的公民的意志，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建筑，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环境，就会体现出这个国家非常认真的看待民主，那非常认真的看待公民权利，所以那至少是一个比较庄严的，那比较能够体现出来这种多元包容的精神的。那台湾的国会看起来就是没办法展现出这样的民主的文化，然后或者是这样的特色，而且另外一个部分是说，其实内在的结构是有点混乱的，而且是非常拥挤的啦，所以就这个部分的话，当然要去严肃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中华民国的国会既老旧又残破了，不只是分散，而且有些非常的旧，最基本的这些设备都没有，厕所有些非常老旧，而且非常的狭窄，那民众来陈情来洽公也不方便。对比其他国家几个字来形容，真的是残破不堪，残破不堪。所以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财政的能力、国家的规模、经济的实力，当然要扩建。扩建不是说要很豪华，但是要把它建设成比较像样的国会殿堂。
因为是代表中华民国的民主圣地。谁能想到国家最高民意机构、重大法案的催生地、全国民意的汇集地，却常年因陋就简，建筑空间难以改善。其实立法院最大的问题是它目前的空间不符合现在当今的需求，就是以任何一个办公空间来讲，先不管它是一个立法院的一个功能，其实现在的科技非常的发达，所以在资讯尤其在通讯方面它需要就很到位，所以立法院最基本的这个所谓的我认为的 infrastructure 它的基础其实是非常的不符现代的使用，所以我觉得那是第一个大问题。那第二个当然是现在的工作模式开始改变，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在办公空间也开始改变，那传统的立法院的那个规格它是从一个学校改建的，其实它很多的空间跟立法院真实的功能其实是不相符，所以我认为那个这两个是现在目前空间上最大的挑战。现在的国会是一个委屈的地方，它不适用、不堪用、不够用、不能用，因为它不适合作为一个民主殿堂的所有的功能。但是它如果有一个新的国会之后，现有立法院用历史建物的修缮方式去整合之后，它可以成为一个图书馆、研究室、讨论室，所有跟立法院有关的非营利组织都可以融入这个空间，它成为未来新国会的一个延伸。整个来讲，我看未来国会的新建是指新的地点跟现有立法院的地点的一个整体的整合。关于立法院的扩建，其实早有一份蓝图，最早的起心动念源自1990年迁建华山车站，但因立院内部无法达成共识，首次迁建计划在三年后告吹。1998年第四届立法委员增至225席，迁建案又再度被提出，并在1999年决议以旧空军总部为新院址。随后遭逢921大地震，全国倾全力投入救灾，特别预算逾五年保留期，迁建计划再度终止。近期在第十届立法委员的积极提案下，于2021年成立立法院未来国会愿景规划咨询委员会，邀集21位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与各党团及国会助理工会代表等与会，广纳各界意见，齐心打造一座名实相符、与时俱进的新国会。委员会中很快的形成共识，通过国会扩建五大愿景。所以五大愿景最主要，第一，它应该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民主殿堂。那第二，它应该要成为华人文化圈的一个宪政民主典范。那第三点，未来国会应该要成为全国人民要集会游行、陈情抗议那最重要的基地。第四点，它也应该要成为全国这个公民教育的一个民主教室。那第五点，也应该要成为海内外游客的参访地标。现在你万一建筑老旧、违章杂陈、占用陆地、管线凌乱，现在的法院无法都符合咱做一个正常国家主权象征的这需要，所以基于这样，国会现在这样的目前的这个建筑啊，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常态运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扩建。为打造国会新形象，立法院长游锡堃与咨询委员会委员亲自拜会各提案地点之地方政府，进行意见交流、集思广益、会诊意见，以商讨出适切的扩建地点。依咨询委员会擘画的国会新园区，立法院现址将转型为议事支援功能及民主开放空间，并依五大愿景择选出可能的扩建地点，包括台北市的中正纪念堂园区、空军总部旧址、新北市的土城看守所、
台中市的成功岭营区、彰化县的高铁彰化站特定区，以及宜兰县的中心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六处。那这一次是由院长下定决心啊，希望说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哦。那这个委员会其实已经开了啊蛮多次的会。那我们对于整个所谓的新的立法院啊要选在哪里，从专业的角度啊，然后也有啊委托一些工程顾问公司来做一些细部的评估啊，所以大家关心的呢，新的国会呢，它应该要可以真正解决旧有的立法院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建筑太老旧啦，它根本空间也不够啊，甚至还有违章建筑啊。所以我们那时候自己也觉得说，哎呀，这样的一个立法院啊，其实已经是非常不符合我们实际的需求，它是因陋就简。所以这一些呢，我们是觉得说，去真正的扩建立法院有它的正当性。立法院是我国最高民意机关，是国家民主宪政的表彰。经纬万端的扩建工作已延宕30年，唯有戮力同心、众志成城，才能打造符合民意需求的新国会，带领台湾迎向混沌巨变的市局。国会是民主的象征，台湾的国会代表台湾的民主，也是台湾民主对外一个最重要的表征。那我们希望朝野各党团一起来支持国会的扩建。台湾需要一个新的国会，因为这个新的国会让民主得以更加深化，让人民陈情更加的方便，那让这个国会的议事的品质可以提升，空间做了新的改善。我相信对台湾也好，我们面对国际民主社会也好，我相信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咱所有的各党派以及立法委员，无论如何赶紧来决一个地点，让后届的立法院可以真紧来去。我也要呼吁全国2300万人，你决定要来关心，因为这是咱大家的尊严和民主，也是我们主权的象征。